点样加热冷藏过的人奶？如果要取用的是结冰奶，在饮用前一晚，将冰奶在冰格移到冷藏格慢慢溶解，并需于24小时内饮用。如需加快溶解冰奶，可以用自来水冲奶樽。若要饮用的是冷冻奶，未必需要加热，因 BB 可以直接饮用冷冻奶。如果有需要，可以将奶樽放入摄氏40度或以下的暖水，加暖至合适温度，将奶滴在自己手背试温度，感到暖就合适了。加暖后的奶需于2小时内饮用。切勿用微波炉或煮食炉加热人奶，过热会破坏人奶的营养。如果用微波炉，更有机会因热力不平均而灼伤 BB。冷冻后的人奶会有分层现象，最上层是脂肪呈淡黄色，这是正常的，并不是变坏。喂奶前将奶摇匀就可以了。